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斑斓在规制化之外，我们这个发芽的话，就是把它降低就好，然后放在人家的窗户，靠阳光进房，或者是说你的门进去的玄关处，就看你的居家摆设为主。那或者是你，如果说你有去你家附近，你那个如果有放在窗户，要记得去看能不能对到大门。对到大门，就是比如说窗户这边，然后它那个字面上它，对对对对，好，那尽量帮它照得到光，好，才会有那种驱赶，这样，那时候无形中是可能进来，看到它可以看，对你会比较好。那还是建议你可以不要贴多板吧，对你比较好。OK， 那这个的话，如果说你有去你家附近土地公庙，那可以拿去做个礼。跟土地公说一声，就是你在哪边租房子，他现在有一个这个，他叫就是想一个叫做镇宅发阳金，然后请地公帮忙加持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讲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嗯，你懂吗？对 ，OK， 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第一身体要敏感，第二家里敏感，然后第三是多拜拜，有的话你也可以去做做地宫。地宫，比如说，你可以多看，你可以，比如说你去拜拜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看看那边会有些义工，他们可能会帮那个有些纸大大扫啊，或者是说，或者是说擦擦屋之类的。说真的，你觉得这边你去拜拜的这边功能不舒服？这些福利等一下就是跟众神答谢之后去到那里拿，然后你不好的话你再问师兄姐说这些东西有什么使用，好，那没问题的话我再分享。根据他的交代吗？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